和安特集時間4:04，2021年1月26日，星期二啊，呢日上四堂，我唔知啊，最尾個堂4:30到5:30嗰個電腦堂實質上，我記得學校網頁佢話，online 裏邊淨係需要上2個鐘頭嘅課。其餘的就2個鐘裡面一個鐘頭是給你們自修，那上個禮拜已經上完那2個鐘頭，不知道有沒有、都不知道、如果你忽然間沒有出席的話，折底了。啲嘢新增73宗個，6個鐘係本地，38宗檢討乜嘅。受限區域即係佐敦嗰一帶解封。第一鋪我殺了成幾個鋪，等陣太耐，雖然都七點幾完咗，但我記得第一鋪好似殺了74個。第二鋪我又殺了60個，一定記得50幾個。第三鋪先係俾人殺了81個。第四鋪羅丹殺了60幾個。第五鋪殺了71個喺邊？最尾個兩鋪落單毀滅，即係對面都有個切塔，但係都輸。淨係毀滅咧，對面都有兩個切塔，但係都係輸。真係唔明到底點解可以，點解打到咁樣都可以輸？由邊個睇到呢個 Chinese player？ Chinese player 零嗰個喺度玩，日攞住支咩一箭嗰啲步槍喺度爆頭，但係。知啊！次次玩親都係中毒走佬，我明啲切塔，哇！依家變咗切塔，點解嘅？做咩？係咪打得快一滯，所以就頂唔住啊？最終都係。不是說刺了心風連續插死連續插同一個人4次的，那
個個都唔係，而家覺得麻痹最大嘅亮點就係 DLM。但我好多人都話呢個係咪屌你啊？咪屌你老媽，屌你老唔係屌你老媽。但係真，但我同佢講真正咧，就係屌你老母，即係俾人殺親啲嘢，即刻就有衝口鬧你。但係你知啊，粗口咧，就如果粗口賤到人唔俾嘢，即係你忽嗰啲唔得，戇鳩就得，因為基本上。戇鳩嘅國內唔明嘅，就係香港人先明白。你如果你喺車度打粗口咧，佢係會全部變曬亂碼。但係依家都勁敏感啦，真係好敏感啊！我知翻 I C 咪叫 U V 塔殺咗啲 T 個 band 嘅，跟然之後我話咩啊？跟然之後我打 T band 呢個字咧，佢全部變曬亂碼，佢變曬亂碼啦，咪正嗰啲嚟講應該係符號啊，應該係佢正嗰啲應該係 T band 呢個字變咗星號 ，skip 咗，即係好似粗口都係變咗星號嘅，跟住連個 top TOP 都變咗星號，跟住同埋我打人哋嘅名上去都變咗星號嘅，點解擺咩都星號嘅？即係到底係咪真係咁敏感？唔係粗口都咁敏感？咁 shit 都係粗口啊，咁所以佢都係打聲好。咁 bitch 都係咩 ？bitch 都係 bitch， 因為我冇打過。咁應該咁誒，如果你打錯咧，將一隻字變咗做其他字都得嘅，例如 fuck， 你可以變 fxck 或者 fuxk 嚟嘅，甚至或者 fking 嚟嘅。而 C 咧 ，SIT 你可以譯成 XXXT， 所以佢就唔會打你，佢唔會打你格仔嘅絕對。佢出嚟唔著啊！星期四啊，要翻學校，佢講話功課我哋而家未做。其實我哋嗰班22個人 B 一班啊，淨係得一份。收淨係收了一份，同時間嗰個咩 VR assessment 我都未做，唔知點樣去做。